子宫很容易穿，多点的，或者是这个皮层，就是那个子宫。
是两个屏幕是吧？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嗯，有屏幕是这种，这种，这种，挺好。啊，嗯，到时候它就也是这一个屏幕，然后这个在一边上面，就这也很小。嗯。大屏幕也是这样。我听你们指挥，就是咱们这边输出，咱们看到是这边。啊，他们看的是这边。对，这边是我准备的。啊，这边是你准备的。嗯。因为格里梅的那个框框能上几位置吗？上高位都得上，这一套就全拆了。这样看得行吗？这样看得行吗？哎，我弄在大的正正的。这边是现场看的，这边是现场看的，这边不是、啊，这边是我做准备，要准备好的。这个想要他也开枪。这个是大会场看的是吧？那我大会场能看的是 B 超吧？可以，我先。同时，大会场这边一个大的，这边一个能同时。可以可以啊，能清楚吧？就跟现在这个看的差不多。他说方便就给他一个大屏幕呀，这边是一个大的，这边可能一个小 B 超是吧？对。谁想看哪看哪个是吧？我等会问问教授哈，问问教授，实际上那是最好的哈。那个宫颈的悬吊术没有啊？宫颈的悬吊术，咱弄的是应该是子宫，哎，这是我得把水铁的管子打完。好了，看看咱这个手术多长时间了？该死了吧？就死了吧？他的光芒还很清楚的哈，就说。这是吧？你这个做的手术能讲方法，他弄不上去哈。你做的手术如果能给解说下也最好的，那是传教声音。我说话能听见吗？不行是吧？明天吧哈，你就尽量的都不要说话，妈是熟识看不见。你这些声音咋挺清啊的，不行哈。能听声音吗？能听，说话都挺清的。哎，跟现场一样。跟现场一样。除了公交车在旁边，尽量的不说话。要去也受雨。那我就说转过床也能听见哈。我说转过我也能听见哈。那还得给你写个字儿去。差不多了吧。写个转过来转的，然后放的还一致。是的呀。
今天把那屏幕给擦亮的。今天会场上看这个。啊？明天会场上从这里面看。啊，我这就是看工厂里面，主要是。都行，我这能清什么样都行。这应该是跟会场的是一样的。这个是会场。今天这个会场主要是看这个，在那边去看，就是我觉得是老三一直是太说一老的，就去那个目的。那我给你们先上一下。不做生意了是吧？哎，他的工作提成出来了，啊，就是他的太过分了。不是，我说你打得好，你看不会打的，他就干这么多。太少了，这个太少了。如果知道他这么说你的话，就是说你一定把这个放过天、明天，就是这帮人就下去不敢动他了。对呀、啊，为什么不行吧？还有病例吧？那么这里有吗？那我这觉得很像，你穿裤那天穿什么？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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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是受到上一辈的福气了。那么这礼拜几这礼拜几放的什么的这个就放地草放地草出来是吧放地草看他看他缺溜的了哎对就他一放的了那个刚才走的不是你明天这个技术就上门你看你这配合吗你光配合的工匠你错开了被炒是我说咱们初中自己要有一个印象进来投多少出了多少啊你这个教授这个不行没连到我电脑，我只用摄像机拍。哦，连着连你连着是工商机的。哦。你不超。行，等会儿叫教授看，弄去吧哈。一次就能行吗？等会儿给货商他们想想送哈，给你手上面前的提鞋。是的。明天。我这可以拍正拍正。啊，对。我给教授，我给我姑娘说，看她看她学校来了。OK 了。你看刚才吧哈，教授不是看到吗？刚才教授有点抓这个大红块头。我眼睛不着，吹溜子，吹溜子，不用了。你方便他刚才他看下溜子吧。你方便他在刚才教授，你在一等看了教授抓大溜子，
你说一块大瘤子可能把手术那个腿就可以打不通了。你能听明白什么意思？我能听明白，但是那一下又说不知道打不动手。啊，他刚打手就是出不来，他这个转换很快啊，知道吧？那这个产品叫啥名称哈？动静投影。我的动静图啊。对对对。你动静图，我得给他说啊。对，你给我说，我立马动。我现在只能吃的，他我两只口子，两只吃，不行吗？我不是不能吃饭吗？哎。我想吃瘤子，照 B 超。看瘤子。看宫腔。两袋水都用完了，对，再管，再管，再管。
半天，捏成捏那个。对呀，先不记得，不记得转住嘛，你说干嘛？好了吗？大概话，我们给你捏上，所以说他用开水，开水，给他什么动作呀？你给他们管结果，你给他们管天不天？好了吗？不听不听呀？啊。不对，关键你怎么忘记办饭？嗯。赶紧搞点多水，赶紧穿一穿，穿金木性的东西买了吧，现在很容易生锈。一晃又出来了。哎呀。你给他说，不行，这个到那个后天不行是吧？要不叫心理上就是一个大象的恐慌症。是吗？那个我有个闺蜜吧，你三次了，我就说不行不行。那是个护士，是大夫，到了医院里。可以了。你给年轻了，你那个吧，给年轻那个多，你也得过来上线。我那个回来稍微激动，手指关节。你等一下，你先等着说啊。哎，对。明天不要这么早。老陆，你明天还是不是再那个回商业？多少？我明天哈，他这个哈，他得给你关键说，就是他有可能从这个看书的时候，有可能我还得坐那个，等一下还得说什么，完了到什么了，去什么了，你可能就没人了吗？是吧，刘丽？对呀，还得放水梯，那还不是还不是还不少？在床上边。明天我给你写一篇，你要学的。
明天尽量把容量调正常。嗯，我知道。嗯，今天刚才安装了太着急了。哦，对。
啊，再见。小叔，这道具壶可以给你个卡片。可以给我特写。对呀、啊。啊，谢谢。录完了吗？卡片录完了吗？可以可以暂停。事情可当我可以插到最后。我先停。然后呢？对。